一个人去成都中心吃粤菜老店，人有多快乐。德宝他一生富贵，扎实弹嫩的口感让我想到了自己做巨无霸版虾球，爪子的魅力没有办法抗拒。好，马上就吃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友。这两天来太古里比较频繁，昨天有朋友来这边吃饭来着，结果我就发现在那个饭馆的对面有一家人可多的粤菜馆，浅看了一下他们的菜式，评论区都一众的好评，口味应该很不错，因为在太古里这个地段它能够开这么些年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您好，我一位，就坐这边吧。这边是菜单，他给我好几本。这是饮料区，酒单，甜品，潮汕的，下次来可以解锁这本，真的是虾子，挺别致的呢。海皇肠粉，碧绿菜苗带子饺。好的。听说他们家片皮鸭很好吃，我点了半只乳猪。半只吗？嗯，半只一个人吃，可能有人说要不要来小份的？小份4片，半只18片。也行。那小份。嗯，那我就可以多点点菜。对对对，这家球比较招牌特色的、嗯。好，那来一份吧。好，想来一个冷。开开胃，鲟鱼子烟熏弹心蛋，您可以尝一下这个。这个的话是我们得过奖的一种啊，得过奖的鸡。哎、那来一份半只，这个下次来解锁吧。感觉看着也很好吃，脆皮牛腩，脆皮牛腩。再来一份你们的招牌甜品拿破仑吧，不着急上。对，餐后给您上，谢谢。菜单还是有给到我一点小的惊喜的，墨鱼子弹心蛋。好，谢谢。一道菜放入了鱼子酱，价格就不会低，丝滑。甜酱油的味道，有一点阿婆卤蛋的风味。鱼子会给整个蛋液增加一点咸的风味。好，试试。虾饺，我的第一代餐厅饺，嗯，真的虾饺，很可爱哦，小鱼的形状。脆脆，这个要真的是它才有脆感。好，马上就吃。期待好久的烤乳猪配了生菜解腻。酥皮炸裂，抓的甜咸口，蜜汁酱，肥润的脂肪层，还有软弹的瘦肉，配上这种酱汁，一口下去特别满足。一粒四块，刚浅瞄了一下，他们的一整只好像价格也还合适，650。让我吃草。碧绿的带子酱，一笼4个，春夏就喜欢吃碧悠悠的颜色，应该是菠菜加虾仁，好鲜香，油润，多汁儿，虾仁 Q 脆，有什么东西是你们小时候坚决不吃，长大之后巨喜欢的食物？菠菜小时候我也不爱，长大好喜欢。真的虾饺，它做了一个虾的造型，也像小老鼠，不如翠绿饺，有虾 Q 弹的酱，缺少一点腥味，但是建议蘸醋，要不然它味道太寡淡了。它皮子的那种胶质感略微明显，不如上一款那么软糯。都是酱油鸡，这一块鸡肉淋一点酱，酱汁必吃。好，谢谢。小哥说得过奖的酱油鸡，好油润的色泽，好稠啊，像那种甜面酱。饱含汁水，甜口的，这酱不咸。酱油糖浆。软软带点韧性，如果不蘸料是没有啥子特别的味道的，就原鸡香。这只确实是个好鸡，糯糯韧韧肥肥的鸡皮，
包裹着软盘的瘦肉，应该是鸡胸的部位，蘸多也不用担心，甜咸恰当，也有点焦糖的风味，这片也太肥了，脂肪层丰盈，偶尔吃一下还是很幸福的。鸡胸部位做的还算好，吃不到那种糙老的肉纤维感。喜欢吃汁水多的鸡，就点这一道腿子的部分。鸡腿它是脱了骨的，吃起来很方便。好像他们的总店是米其林推荐。给我一个小翅膀。整只鸡精华在无骨部分，骨头不是那么好啃。谢谢。放进面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这样。这个是喜油加的是吗？可以的，您加吧。这边牛非常好，谢谢。酥皮牛腩有点像桂林炖牛排，果壳油炸出来的，它好歹煎外面的酥壳。嗯，它不蘸酸没有味道。用的牛油做酱料，今天恰好阴天，它有一点腻。牛油老干妈，主打一个创意，吃起来香香辣辣。其实牛肉有油润感，又搭配了很油的蘸汁，多吃两块稍许有点打蒙。那里的牛肉炖得很烂乎，软烂与酥脆的结合，浇一点那种沙爹酱也挺好的，或者咖喱酱。这道就一个呀，那有点小贵，放在筷子上沉甸甸的，很有分量，裹了芒果酱，上面有点花生碎，口感特别妙，极其满足，扎实而嫩的口感让我想到了自己做巨无霸版虾球。肠粉里面包脆米和油条，还有虾仁，不就是创意版本的红米肠？红色肠粉皮更换成了普通白皮，而且它搭配的是芝麻酱。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内馅已经很复杂了，如果再用这种粘稠的酱汁，会让它更复杂一些，有一点搅团的感觉了。芝麻酱混酱油鸡那个酱料挺香的。这样整个咸和甜风味特别饱和，口感没有单纯的淋一些肠粉酱油来的清爽。用它蘸，多吃两块就很腻。我喜欢吃简单的，带有葱香风味的脆米肠粉。小哥，我再看一下针点。好，来再吃个凤爪吧，爆汁凤爪，回味猪脚仔。这线虾也不 Q， 软软的，弹弹的。没有 Q 脆的感觉。日常咱们吃早茶自助吃的多，偶尔吃一下单点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感觉快乐。猪脚仔，小猪蹄子，有一点像盐焗鸡。偏咸口。嚼到尾调部分有一点点的猪味，盐度稍稍饱和，味道可不顶。我以为是那种南乳猪蹄，
觉在广东随便的街边小店都可以吃到猪脚饭，吃的猪脚面。听说刚刚买50可以那个。分量还不少。这道对猪味很敏感的朋友，不点不点，味道感觉还行吧，吃完会口渴。好，谢谢。爪子的魅力没有办法抗拒，日常吃腻了蒸凤爪，吃一下爆汁凤爪，咚咚的，来不来一口？帕诺。喜欢浓稠的爆汁裹附在鸡爪上，这也太大个了。个大，肥美还胖乎。感觉这样子的爆汁泡一份米饭进去也好吃。垫底是用小蜡烛不断的加热，我说怎么最后两个爪子如此的烫。拿破仑好大，难怪卖90多块钱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一层都有鲜奶和水果，芒果、蓝莓、火龙果、草莓、凤梨。还有这么大，等等等等，对，三五好友来一起吃完。您帮我切吧。好，小的时候那个糖画，放一个小型的生日蛋糕。谢谢。这就是众多网友说的可保他一生富贵的拿破仑，还是无从下口啊。动物奶油加水果，壳做的真的很清亮酥脆。饭后整个甜品还是很幸福的，整体不过于甜，层层叠起来的轻盈薄脆的酥壳，它的薄度像柔砂纸，每一层有每一层的味道，这盘很值。水果起到解腻，一口不会让你惊艳，但是越吃越好吃的那一种。我吃这一个就差不多了，再回去冰箱冷藏。日常我对拿破仑的印象，我觉得它的整个糕体都压得很实，贝壳是蓬松的、轻盈的、奶奶乎乎的。我看图片压根不知道它这么大。底部夹的凤梨幅度很高，很甜。我是真吃不下了，您打包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他们家人均是329，小姐姐在算，我们不着急。哦，好嘞，1140.8元，服务费10%。这个总体来说，最后的甜品的负能量有一点惊到我了。那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哦。晚安，我们发卡。